一，我对失败者的特征描述就是：失败者往往在犯错后不内省、不探究，觉得难堪，听不得批评，试图解释自己的错误，而不是用新的信息丰富自己，并开始新的历程。二，我宁愿做愚钝但具有反脆弱性的人，也不做极其聪明但脆弱的人。三，大多数人的空闲时间都会被浪费掉。 因为空闲时间会让他们无所事事、懒惰、无心向学，而一旦他们忙起来，他们往往会在其他任务上也更为积极。过度反应在这里再次显现。四，反脆弱性的产生是有条件的，压力源的刺激频率非常重要。人类在急性刺激下会比在慢性刺激下表现的更出色，尤其是在急性刺激后给予较长的恢复期。 这将使得这些压力源成为信息的传导渠道。五，当你寻求秩序，你得到的不过是表面的秩序；而当你拥抱随机性，你却能把握秩序，掌控局面。六，脆弱的事物喜欢安宁的环境，而反脆弱的事物则从混乱中成长。强韧的事物并不太在意环境。七。 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。当暴露在波动性、随机性、混乱和压力、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，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。八，进化最有趣的一面是，它是依赖反脆弱性实现的。它喜欢压力、随机性、不确定性和混乱，而个体生物则相对脆弱。基因库正是利用冲击来确保优胜劣汰，提高整体的适应力。 九，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就是他亲眼所见的最高的那座，而我们却往往将此生所见的辉煌视为这世间的最高成就。十，事实上，表面上看上去很稳定的，其实很脆弱；而给人以脆弱假象的，其实却很强大，甚至具有反脆弱性。十一。 知性的生活关乎如何进行情绪定位，以消除伤害的刺激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方法就是淡化你所拥有的东西在你心中的地位，这样任何损失都不会给你带来伤痛，世界的波动性也不能给你带来负面影响。十二，玻璃杯是死的东西，活的东西才喜欢波动性。验证你是否活着的最好方式。 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，请记住，如果不觉得饥饿，山珍野味也会味同嚼蜡；如果没有辛勤付出，得到的结果将毫无意义。同样的，没有经历过伤痛，便不懂得欢乐；没有经历过磨难，信念就不会坚固；被剥夺了个人风险，合乎道德的生活自然也没有意义。十三，我们之所以需要将重点放在行动上。 避开言辞，还有另一个因素要考虑：依赖于外部的认可有损健康。人们在给予认可时是残忍和不公平的，所以最好跳出这种游戏。在别人的态度面前保持强韧性。十四，反脆弱性等于获得的比失去的更多，等于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，即等于有利的不对称性，也等于偏好波动性。 如果决策正确，所得到的利益大于决策错误所受到的伤害，那么从长远来看，你就将从波动性中受益；反之亦然。十五，很少有人知道，拖延是我们的自然防御本能，是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，行使其反脆弱性的本能。它源于某些生态或自然的智慧，结果也并不总是坏的，在生存层面上。 这是我们的身体自然的反抗任何强加的桎梏和束缚的方式，这是我们的灵魂在与现代化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做斗争。十六，如果你勇于承担风险，有尊严的面对自己的命运，那么你做什么都不会贬低自己所做的事情；如果你不承担风险，那么你做什么都不会使自己伟大；如果你承担风险，那么。 那些不承担风险的人带给你的侮辱，只不过如同牲畜的吠叫。你不可能因为狗朝着你狂吠而感觉受到了侮辱。十七，大脑中装满太多复杂的技巧和方法，往往会使人忽略基本的东西。所以少即是多。一方面，研究的越多，就越容易忽略基础但根本的事情；另一方面，行动能将事情包丝抽茧。 直至剩下尽可能简单的模型。十八，有人说好马与劣马一起赛跑，最终会越跑越慢；而与更优秀的对手比赛，则会越战越勇，并一举夺魁。压力源、反毒物兴奋效应与挑战的缺乏，都会导致应激反应不足，从而降低最佳表现的水准。十九，大自然更喜欢在信息层面。 也就是通过遗传密码让游戏继续下去，因此有机体需要死亡，以确保大自然的反脆弱性。大自然是投机的、无情的、自私的。二十一个思想之所以能够幸存，不是因为它在竞争中胜出，而是因为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幸存了下来。